全发挥，他一直给，每一次给有几心以为心碎也无所谓，你真心给的支配，最温暖却暧昧，最似是而非，让那直觉自己发挥，每一次给让人回味，那感觉久久不退，像一场宿醉，在一点三十一分，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talk show，我是阿佩。啊，阿佩长吼，大概在傍晚的时候，我有去一撮立法院哦，然后有看到这个反年改的这个团体在现场的进行哦。啊，大概哪有看到这新闻，大概知影讲哦，真的昨天很激烈吼、哦。我在现场的时候，大概拢也在讨论讲，怕人的情形吼，啊，还有这个，因为有怕人嘛，所以有一挂人去有警察掠走去哦，就现场还是有那样的一个氛围。那今天给一套炸吼，又有小小的冲突吼。啊，还有这个情绪较激动的，竟然对记者泼尿啊！我有看到迄个画面呐，吼，那个影片还蛮恶心的吼。哇，我干嘛讲这个这个冲突那也遐大吼？那咱底扎基的这个冲突吼，大型的这个活动，你看就是即使警察加这抗陈抗民众冲突，黑龙。譬如说警察跟陈康民众的代志不会攻击记者，哎，他们这个记者就可怜呢吼。从前天就开始，本来有两间嘛，好像是中天跟 TVBS 记者先去我们拍。第一张的时阵吼，更多吼，加在记者包括这个媒体的嘛有吼，哎，厉害的怕，厉害的怕呢哦。那有一挂是那个。自但基本台湾吼，这个有的人讲在拢咱拢讲自媒体啦吼，啊，我可能自己有自己经营个粉丝业，哎、啊，自己也是记者这样吼，哎嘛可以用怕呢哦，所以呢啊，记者真的是真辛苦吼。那今日咱伫空中吼，要好好的跟他来聊聊记者的甘苦谈，因为老实讲吼，阿伯做广播进行，我伫个电视台嘛，做十年吼，啊，虽然不是记者吼，我是外访吼，也是做采访的这个工作哦。那对这个。看法其实，昨天这个新闻看的是心肝插起来了哈。那我们来聊聊哈，这个我们在今天特别来宾有什么款的看法哈？我们赶快邀请今天的特别来宾了，就是在今年年底要参加市议员哈，沙鼎堡罗州参选人彭佳云，佳云你好，阿佩好，阿哥一块六零多万参加的，大家好，我是佳云。嘉云呢，嘛是前主播、嗯，也是媒体人啦。是是是，对。所以我想讲，咱今天一起开心吼，来聊这个，你应该很有感触，对不对？你应该是对这阿伯这主播进行，应该还是从小记者跑起吧？嘿，是是是。哎、欸，我看你的话是怎尼嘛？对对。哎、欸，我其实做记者啊，做主播时间有十三年啦。嘿、嗯，啊，其实我在华视的时间不只是播报，嗯、我常常我是报中岛的新闻嘛，午、嗯、间新闻啊，爆料新闻十二点哈，报完一点，嗯，啊，我常常拢无时间食饭哈，啊，就出去采访啊。哦，对哦、啊，所以你在当主播的时候还是要外访、啊？对，我还是一直有在当记者，啊、这样才是好主播是是是，你才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你才会更贴近大家。哎、欸，阿郎拢有婚纱，你那时候是什么线？我主要是跑民生新闻哦，就比较关心一些民生的议题。对，哎、可是我觉得民生议题也是很重要哎、欸，跟人民息息相关哎、欸，很广啊，像年改就是啊，嗯、哦，年改是、啊、我以为它是政。
政治议题，因为政治它可能我们那时候的编制政治可能主要跑立法院，可能立法院有什么冲突啊？阿基家都要跟起嘛？你蛮爱支援，不管什么县，民生县一定也是要支援，因为可能大家会想要知道说，阿基嘛年轻改革，是改什么东西，少了什么啊？年轻改革盖了，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帮助啊？影响多少人？是是是，这基家都还可以了解，而且主播爱报新闻嘛，我们一定要懂，我们不可能基家瞎撒猴烂，或者照念，不可能，我们一定要去了解这个内容。对对对对，所以看到长安的怕基家，你不觉得很可怕？我觉得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你就请像你这么娇弱的很丢。我一想象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好可怕。对。而且你有采访过冲突场面吗？应该没有嘛。我有。啊，有。对。有过这个大概也是大概十年前的啦。那个时候去那个中正纪念堂那个拆字有没有？哦，当时而且挂媒体耶，那个时候在对峙。嗯。可是那个时候对峙的场面齁没有像现在这么激烈。阿基家底下其实人家还对我蛮友善的都很友善。那个时候我跟那个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机缘。我底下布阿梅的彩虹嘛就有一个小男生跑过来。他就说你是记者吗我想要认识你齁聊一聊聊一聊我们还交换的时候用那个 MSN。嗯嗯嗯。结果他是谁他是后来的陈伟霆。我跟他那个时候认识，所以我说后来太阳花学运快有陈伟霆，我说这个是，所以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我记得，因为他那个时候读建中，他拿了一本建中的校刊送给我，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场就找到我，我们有在聊天，聊，然后就说这个才子你们记者就辛苦其实那时候大家对记者都是友善，因为大家知道嘛，记者给他采访。即使说我在某一台不代表我的立场就是这个台的颜色啊阿兰喜做扛魁嘛我们就是去现场尽我们的职责是记者的天职就是我们报道公正客观的事实对那时候大家是蛮友善的十几年前真的是我是觉得这几年也都很友善包括太阳花的时候也是很友善齁吉盖奈对呀、这次陈抗者怎么那么不理性齁老实讲啦齁我曾经跟吴思怀古啊齁有一次就是做会吃饭啦齁因缘机会做会吃饭。伊阵是捌甲我讲伊讲齁他们其实很讨厌记者。我问讲为什么伊讲我干嘛齁记者的报道都不公啦齁偏颇啦齁然后感觉就是说他不一定要为他们报道但他觉得报道是不够客观的齁。那其实那时候我的想法我也有稍微跟他解释啦说为什么因为我也不觉得报道不够客观齁因为咱用咱少年人的思维因为咱拢希望讲有这个国家好嘛那咱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退休是有问题退休金是有问题的嘛它的比例是有问题它会拖垮台湾的财政嘛对恁进有话都安尼遐尼人讲遐尼爽安尼吼，遐尼欢喜呢，一个月十万、十几，有些还有些更高的是十几二十哈。哎啊，有办法是因为我们在纳税嘛，所以这些记者都是年轻人，然后他们当然每个人都会站在自己的世代去想，然后国家世代去想，也当然也下笔的就方式就会不一样。那因这些陈抗者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被修改，你当然嘛不欢喜，所以也干嘛讲？你应该帮我讲话呀，吼！你不帮我讲，那不帮我讲话，所以他就其实之前他就说，弄干嘛计价就过分，报道不公。所以其实发生这件事吼，打记者的时候，我想说他们应该积怨很久了。哎，我只觉得国奥终于可以打记者，可是这样真的不对 啊，真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反对暴力。对，没错。那其实讲。现在其实社会有一个状况齁因为有一个可能是少数人的声音淹没了多数人的意见。对对对对那当然年改这件事情是迫不得已要去进行。不然台湾的财政会被拖垮对、我们可能到最后这些人领的比较多那最后大多数人现在在探及被起国家的这些少年人。那你要被丢泥金这个大家还要工作吗对、我还要保吗、就是、对而且你看哦他们现在领的比我们正在工作的多那么多不是只是多一点点是多那么多。那当然这一定会有阵痛期嘛。对对 对， 对。我们可以能说可以检讨的是我们这个可能施行的时间那我们给
可能这些既得利益者他们利益被剥夺，哇，这是我嘛就没怀疑啦，我一个月当他捏六万，啊，起码变三四万块，差两万哇，我一定很反弹，我绝对很反弹，我也会不高兴。如果我爸妈妈当然不是公教人员，如果是军公教，我也会很生气啊，啊，我爸爸妈妈的退休金变少，他以前也缴的蛮多的啊，哈，我们军人保家卫国，想要那要这样剥夺我们的福利，当然一定会不高兴啊，这个是需要充分的沟通啊，其实也是要反映到。我们立法院这个冲突太严重了，啊，顾着这个冲突，我们是不是少了很多教育民众的机会？是教育民众的这个时间，啊，你没有沟通好，你就让冲突这样越来越大，啊，其实记者在看事情的时候，哈，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观点，我们不可否认，你不可能做到完全的都没有立场，对，没错，啊，不过咱就咱知影是去讲去报道，那不能说。我跟你立场不一样，你公阿拍我要给你怕嘛？对，啊，那丢不丢嘛？对，没错。而且昨天还去包围儿童医院哦，对对对，这个不好，不 OK， 真的是很不，而且占据哎，真的不应该，因为我们家有两个小朋友嘛，那其实我们女儿之前啊，小时候有曾经生病也是住院，我可以想象那个爸爸妈妈在要去看小朋友、要照顾小孩那个焦急的心情，那是新生儿就住加护病房，那。因为你个人的这个关系齁、一个团体这样子的个人利益的关系、那你去害的说这个包围儿童医院、这其实真的 是很不 OK， 对，而且你知道吗，交管交管大家在很久以前就是很前面就要下车用走的，你根本哎呀、你哪今天破杯了破杯啊诺，对啊，我哪是哦，我被吸引呢。我如果是妈妈，我当天要抱着小孩去医院，其实我都担心我会不会被打、因为如果那个群众这样推挤、我也会担心我是不是被推挤到。是，一连记者拢怕，你哪会知影、啊？他不一定认得你是不是记者嘛？啊，哪是其他无辜的民众被波及、这其实是。反而没有达到他们想要表达诉求的目的了、而且反而民众会觉得说，可能有些人同情的人就不同情了。对，哎、这真的很好笑，就是有一些记者要离开哈，就把那个，你看我们记者都有那个记者牌嘛，对，全部都收起来。对啊，离开的时候就收起来，因为怕走到比较暗的地方被拖进去。对，我真的说，如果是我也会。对，然后就说：“记者牌修改修改。”对啊，怎么会搞成这样哈？所以我干嘛这喜兰打掉民众呵呵啊，属客了哈？那当然，陈康我们也是希望赶快的落幕哦。那我觉得也比较令人就是莞尔的啦，得讲，其实底诶军公教的改革哈，其实大前天是军人。昨天是那个前天是警察，原本是警察、然后昨天是军人，那警察抗议是说军人怎么改的比我军人的那个退休比我们还优渥，然后军人也出来还嫌不够，所以你不觉得很矛盾吗？警察说你已经比我们卡好啊，军人怎么改那么少，然后军人还出来说你怎么把我改那么多，所以齁，我干嘛人啊齁，有时候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想一下哈，因为你其实你嘛是军，咱讲军公教你家己毛囡呐哈，所以你要希望你未来的子孙迭代完，其实我们以后的财政是很可怜，然后孩子可能无法到贵里济嘛哈，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也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对，真的可以思考，将心比心，这个、对国家长远的发展是不是好的、我们往好的方向来走，是 OK 啊，所以呢，嘉允很。这个大的转折，人生的转折，从主播记者主播，现在呢要选议员哦。阿兰今晚时间来个在里点洗澡，稍后那休困间，等一下我们再聊聊。为什么会想要来选议员哦？这是蛮大的一个转折，而且蝶形八七来共好像从来没有主播参选，对不对？对啊、你第一嘞嘛哈，第一个哇，好特别哦。所以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呢再来聊。今天空中伟兰田就没有邀请特别来宾，就是在年底哈、要参加三重芦洲市议员选举的彭佳云，咱休困起来。新北市公车愈来愈赞嘞！
新北市跨区干线公车四通八达，班次多，免行坐无。四月二号起有转乘优惠喽！只要搭乘新北市跨区干线公车、快速公车，还有跳蛙公车与双北市公车双向转乘，都有第一段半价优惠。全票只要7元，学生票6元，半票4元哦。任您路线号码有加框的公车转乘就有优惠。新北跨区干线公车，小车给买醉。由美国专业健康团队研发的丰翠软壳膜蚕丝皂，洗颜敷脸双效合一，每一块皂含60颗珍贵蚕丝蛋白，可深层清洁滋润肌肤，洗净多余角质维持肌肤活性，让您轻松洗出健康弹润嫩白肌。现在碧荷博丰翠软壳膜蚕丝皂特价中，快上网搜寻快乐爱台湾，或拨0809-092-898。小事，不是跟你说上本寿爱用洗菜生起来最冲吗？妈，这样真麻烦耶，就剩一点水而已。不可以，这样水是会用完耶。在台湾可以用的水资源是真有限的，因为就让季节跟温度无平均，所以让水都流入大海，生活里面只要大家都珍惜水资源，就能避免枯水期无水可以用的情形哦。最有用水做了好，后代子孙的更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房屋接掌更要精打细算，双北定期票替您省很多，省更大。双北定期票可在有效期间内，不论是台北捷运还是双北公车，皆可无限次搭乘。台北市区 U-Bike 也享前30分钟免费哦。即日起开放预购，4月16号开通使用。双北全区30日定期票，让你搭到宝四处跑。一张定期票，双北任走票，大大省荷包。耶！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公车联营管委会提供。快乐台北台，内容丰富又精彩，新闻、政治、健康、音乐，89.3 Happy Radio， 快乐台北台，散播欢乐，散播爱，89.3 Happy Radio。欢迎各位直播的现场，空中为咱听众朋友邀请特别来宾，就是伫今年年底吼要参加这沙鼎堡罗州市议员选举的彭佳云。佳云，我们刚好提到就是主播嘛，哈，对，所以我们即个要参选议员，我们有一个 slogan： 主播上场，幸福飞扬。是，所以你的主轴是希望带给人家幸福。对，应该是说主播参政佳宇不是第一个，那之前也有蛮多媒体界的前辈哦，女性的前辈来参与政治，不过大家都是在台北市啦，佳宇是第一人哈，在咱新北市的三中区跟罗州区来参选的市议员的主播。那主播代表的是什么？应该是跟我们媒体人代表的是什么？是我们过去在媒体的历练，我们从总统、行政院长，或者是到一般的中产阶级，一般的老百姓，还有很多弱势团体，我们都采访过，对，都接触过，对啊，记者采访当然也很辛苦，红台厅啊，还可以过吹风淋雨啊，那对，对，大地当哈，半夜公司一通电话来，起床啊哈，半夜跳开讲好，关于公司啊，我出差，标准的过劳的，对对对，你辛苦了，吃苦耐劳，要24小时待命，是，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打击，我手机不关机，就是因为我已经买电视带，你随时会有电话会来，所以你是不可以关机哦，嘿，刚刚。开心嘛就被惯性说，你手机怎么都不离开身边，你很紧张。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公司会有事嘛。对对对。对，这个计价就是你24小时都是要公司找得到人的啦，就是安内。所以这代表说我虽然是主播，不过我是记者，我是媒体人，我们吃苦耐劳齁。对对，奶超也懂，安内可以这样说。那用我们过去的专业，我们观察到很多社会的问题。不过一景，我是主播嘛，我在这个摄影机在摄影棚里面播新闻，我做不到的是解决问题。对，那希望说有机会可以来为大家解决问题。从摄影棚走出来，从一个报道者、观察者，变成一个政策的推动者。这个差很多哎、因为以后开始我干嘛计价，就媒体工作者吼，以看一般工作不一样的是他真的接触了各个阶层、你说真的大好的人也有、那你真的是那种很辛苦的几级平民户其实也会接触到、
就是刚提到的陈抗的场所，立马无敌哎，或者是国宴的场合，你也会在。对，所以其实你看到的东西很多。对，那当你看到一件代志，你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自己就会有想法。对对，那尤其是有一些列干妈公，哎、欸，那你在里破的时候，其实你会想改变他，嗯、对不对？列干妈公，哎、欸，咱这台湾这民主的社会啊，哪个发生机关代志，有时候你就会。就你大不了顶多就评论完啊，评论完的、嗯、然后呢？没有了，没有了，没啊。其实最让我感触很深的是，我结婚了，我小姑有几个妹妹啦，嗯，一起多重障碍妹妹、嗯，然后是妈妈单亲在照顾她啊，长时间就是我的婆婆、嗯、公公这边有在资助他们，或是透过一些募款有在帮忙一下、嗯。那后来是那个妈妈得癌症过世了啊。对，单亲妈妈，对，单亲妈妈、嗯、那妹妹等于没有人照顾，对，那我们是帮她透过公公这边啊、嗯帮她安置到一个机构，嗯，对，那那个机构也是我们长期有在资助，是，对，然后有在透过我们有一些团体社团、嗯嗯嗯、啊，我们就要做善事的时候就说那我们可以来帮助这边、嗯、那个时候给我感触很深哈，因为其实之前当主播我跟家里、嗯、我的工作是比较分开一点的、嗯、那时候给我感触很深是，哎，原来如果我们有这个这样的资源来做这些事，嗯、我们可以帮到很多人。你、嗯、看，就这样到啥岗，可以帮助很多弱势的人。嗯，就是你大概行为跟可以实际行动还是有差距。对，那如果说譬如说你有议员，好，我都可以到啥岗，就是你本身是议员，有这样的一个职责，哎、嗯，你的那个 power 力会更强。是，对。OK， 哎，木工哈。刚一直没有提到你是议员郑金龙议员的媳妇儿，对啊，新妇啦哈，所以刚也有提到，就是也因为公公哈是议员的关系，所以那个刚提到那个团体就是你们就长期资助嘛，所以从公公身上你也应该有看到很多会使帮助民众的这样子代志，对啊，应该是说爸爸他做议员做24年啊、嗯，然后其实哈在。三都得哭，他的知名度比我还高。对，我刚才楼丁堂吼，可能人家不知道我是主播啦，是是是，有人可能觉得你有点面熟。嗯，哦，我在电视上好像有看过你啊嘞、嗯。啊，唔够另个公掉点金龙。嗯，哦，我赞我赞我赞，哦，以后不做最后哎。然后爸爸知名度真的很高，嗯、然后其实一开始刚嫁进去的时候没有很了解吼、嗯嗯，后来是知道人家很多人会主动说。啊，林爸爸搞到倒啥岗下面代志哈，因为阮服务下面代志啊，做就好诶，效率很好，我们就甘心呗、嗯。对 ，OK。可是诶、欸，我看你的名片，你上面没有写议员的名呢？没有哈，因为当初诶，就是人会把它做连结，对，所以你是喜欢有连结，还是不喜欢有连结？嗯，应该说是。我们希望是用我个人的形象来告诉大家，我可以为大家做什么事。嗯、因为政治这件事情绝对是不能够世袭的、嗯嗯。政治这件事是要有能力的人来做这件事情。不是说我爸爸做议员，我到一定爱有人做议员。他没讲，其实讲四年前哈，2014年起完算计的时阵、嗯，爸爸都讲伊外算啊，伊、哦、当中都讲伊外算、嗯，他要给何伯文来选。哦，何伯文今天在当现任的市议员、嗯嗯嗯，他其实没有想过要给儿子、媳妇，嗯，或者是他的助理来交棒，嗯、他觉得他要找适合的人。嗯哼，哎、欸，即故为他老套工，传贤不传子。嗯嗯。但是当然，我们知道何伯文伯文哥他之后去板桥选议员了嘛，阴、嗯、错阳差哈、嗯。那那一届也是小英总统在勉励爸爸继续选。嗯哼。那这一次呢，爸爸真的觉得。因为身体的关系，伊骨刺哈，嘿，他的脊椎已经开了3次刀了。啊、对、嗯，其实爸爸看起来刚刚无敌铁金刚，对啊，个就一回嘞。我们那时候其实看了都很担心，心里已经把他的酸气也吸住。那时候爱抽算嘛，嗯，不过伊骨刺都才开刀算娘娘、嗯嗯嗯，3天后他穿着铁架就去扫街了，好清晨。对，嗯，啊，不过爸爸今嘛是因为有后遗症，他已经开3次刀了，一家都差不多徛20分钟，伊都要坐落来袂开吧，动袂掉。伊讲我惊袂，我没办法走嘛。嗯嗯嗯。那我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而且他也很希望是、嗯、是有年轻人，嗯，能够适合年轻人来继续做这件事情，嗯嗯嗯、因为，哎、欸，他能服务的或许是啊、年纪。比较长一点的长辈、嗯嗯、大哥大姐、嗯嗯嗯、那年轻人现在年轻人要发声、嗯、我们要为年轻族群来服务、嗯嗯嗯、他希望有年轻人来做这件事情、嗯、那爸爸为什么一开始没有考虑到我其实是因为我是女生嗯对
那爸爸担心说我可能会没办法。所以四年前你已经结婚了嘛，对不对？我结婚了，没问过我，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没啦，蛮好个仔啊，这边囡仔四岁跟三岁嘛。对啊，对啊。哎，刚好，我觉得生小孩也很重要。来玩那个，还好把功课教完。对，出生率那么低，哎，这个我觉得比较重要。国家感谢你，又多了两个生力军。如果可以，希望未来再拼两个，增产报国。哎，这个需要来勾嘞，嘿，所以其实。而且时间到这边，我们还是要休息一下了哈。所以其实因为你是一个妈妈嘛，啊，这边囡仔一个四岁，一个三岁光年，所以其实对育儿政策你自己应该也很有感，对不对？很有感，对啊，因为我们都是在最基层、最底层的，所以其实你的某一些政策里面，应该对育儿这一边你有一些关注，未来希望有很多的琢磨啊。OK，OK， 哎，这蛮重要的哈。啊，我们刚刚有提到一半，哎，其实原本没有考虑，后来为什么考虑了呢？而且答应了呢？哎，我们还是先卖个关子，休息一下。咱第二早上点后一阶段再来进行第二阶段的快乐talk show。空中为咱听众朋友邀请，特别来宾就是年底要参加市议员选举吼，伫沙鼎堡罗州的彭佳瑜，咱先困起来。我们都忙着看别人有什么，忙着追求别人的美妙生活，以为拥有就能得到快乐，汲汲营营却总感觉少了什么。偶尔抬头才发现天空比想象大很多，快乐并没有像你想的那么难追求。我开始学会了过艰难的生活，用爱去看世界，问自己要的是什么，因为多了一份心，感受的变多，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寂寞。我开始学会要简单的快乐，用爱去感受着每一天所过的生活，因为多了一份心。以上这部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节目请继续收听下去哦。接掌更要精打细算，双北订机票替您省很多，省更大。双北订机票可在有效期间内，不论是台北捷运还是双北公车，皆可无限次搭乘。台北市区 Ubike 也享前30分钟免费哦。即日起开放预购，4月16号开通使用。双北全区30日订机票，让你搭到宝四处跑。一张订机票，双北任走票，大大省荷包，耶！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公车联营管委会提供。新北市公车撸来撸赞呢！新北市跨区干线公车四通八达，班次多，免行济无。4月2号起有转乘优惠喽！只要搭乘新北市跨区干线公车、快速公车，还有跳蛙公车与双北市公车双向转乘，都有第一段半价优惠。全票只要7元，学生票6元，半票4元哦。任明路线号码有加框的公车转乘就有优惠。新北跨区干线公车，小车进来坐。少年不养生，老了养医生。男性朋友要选对保健用品。麝虎健南瓜子茄红素血橙畅必定，使用南瓜子、茄红素、虾红素，还有专利的血橙萃取物可可多酚，一次给你所有该有的保养成分，给男人幸福的人生。快上网搜寻快乐爱台湾，或拨0809-092-898。急难需要求助，除了拨打119外，还可以事先透过手机从 Google Play 或 Apple Store 下载安装全国首创的视讯119 APP， 用视讯119在台北市报案，就可以将灾害现场的影像及 GPS 坐标立刻传送到台北市119救灾救护指挥中心快速处理。快乐联播网提醒您下载视讯119 APP， 让台北市消防局随时守护您。
大家好，我是凯达格兰基金会执行长陈志忠。这个会由阿扁总统所创办，13周年感恩参会就在新历5月7日暗时6点半，在台北市内举办。参赠1张5000元，若刚好未拄好的好朋友，我哪会当自由赞助？拜托大家做伙支持台湾路线，和阿扁总统的平反最大的温暖。电话请卡02-2531-660702-2531-6607，感恩。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97.5，快乐混家男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华冈98.3，快乐配偶96.7，快乐红虾91.3，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现在时间13点整。快乐 talk show， 阿佩时间，欢迎各位来这部的现场。咱今麦收听的是第二阶段的快乐 talk show， 我是阿佩。空中为咱听众朋友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在今年年底吼，我这辛苦嘛是真辛苦，沙丁波罗就要参选这个市议员彭佳云来跟咱的这部现场哦。好啊，咱多啊点丁今。这个上一个阶段我共掉，就公公就是震惊了。我记得你们好像还有开一个记者会，对不对？交棒。对。好、哦，哎、欸，你那时候，我看新闻是说传承玉山精神，为什么是玉山、嗯、有山的精神？爸爸的玉山之前是说心清如玉，他很坚定啊、哦，不是那个玉山哦，是啊是啊、哦，就是那个玉 山哦，就是咱台湾母亲玉 山，对哦哦对，然后他还有一首歌叫做《坚持》，对，兄弟哦，对哦对哦，爸爸真的是这样，我们听起来说哈。是坚持，嗯，然后爸爸真的是这样在做事情哦，对 ，OK， 哦，所以他其实就是希望有台湾这个玉山的精神，然后传承下去，这样，对，哎、哦欸，不过哈、哦，咱知啊，这个陈金龙议员是平进党，但是你是无党籍，嗯，嘿，怎么会不大一样？其实有民众问过你吗？有啊，有哦、大人拢会问他，啊，我内该谁啦？嗯，是讲。爸爸是民进党创党党员、嗯，他是架杠的神律哈、嗯。啊，我说啊，你心不耐不动，那一懵不耐不立动，一定会懵的、嗯嗯。啊，我是个搞台报告，因为佳云在媒体13年的时间嘛，哈、嗯，詹沙尼，我们刚刚有讲啊，我们在采访的时候都是公正客观、嗯、啊。佳云嘛是在报新闻当一个主播、嗯，所以我更觉得我的立场是要公正，对公正。你那加入民进党也干嘛？就帮民进党公关。其实很多媒体人都是。不入党的、啊，对，不入党。你可能即使名嘴也不入，对，除了某些特定的啦，啊不，打破名嘴其实是不入党，是没有入党、欸。你公认的主持人那个国栋哥，他也没入党哦、喔，对啊，对 啊, 對 啊, 對啊。我在民进党场合很多地方都看到国栋哥、但是他不入党，对，他不入黨，对，他没有入党。对，为什么？我们就是觉得我们是守住媒体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嗯嗯啊，那问公维家有可信度嘛？嗯，那所以公佳云是没有加入任何的政党、嗯、啊。其实被选举的时阵是得被决定被算是得古尼代哦。嗯，啊，那个时候我还在华视上班到2月28号。嗯、对对对，那这一阵是母去给你问啊。嘿啊，啊你其实第一时间我记得看新闻是公阿北决定嘛，那时候所以还在犹豫。其实是有确定，可是我们不想给公司造成困扰啊、哦。对，因为。我们毕竟是媒体嘛、嗯、那媒体之间如果说有主播说要参政，那大家也会造成公司的困扰、嗯嗯、啊，我对华视有很深的感情、嗯、这三年对，所以我是一直到离开华视、嗯、我才正式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哦、是是是是对啊，正式决定是去年底的时候哦，所以那时候就决定了啊，家里有参选过吗？一定有啊，他都有跟我说爸爸一开始也没想要有佳云来插进地、嗯、就是说他担心我的家庭会被影响，嗯，啊，就无影对，啊，爸爸是担心噶，我的妈妈、我的婆婆啊，噶我阿后来参详，讲令我担心佳云来做这件代志哦，哈、嗯嗯嗯，啊，你是讲。可以，因为我们全家都一起来帮忙啊、哦哦！我们是全家都在做服务的，嗯嗯嗯。那
也是因为这样，那后来说就说啊，那佳云你要不要考虑？因为爸爸林维公佳云是有这样的资历、有这样的能力来做这件事情的。伊嘛感觉讲，佳云嘛是一个这个善良的人呐、我们当妈妈了之后哈、我们会。人积己积人逆己逆、有这样的感觉，看不刚对看不刚、所以才问我你有自己犹豫过吗？我好犹豫、因为这是很大的转折对一个月我从本来是穿套装的今天很难得穿上洋装不然就是跑机场我看你用牛仔裤很简便嘛对牛仔裤好久没有穿牛仔裤了之前因为上班的关系都是套装当然穿着的这只是其中一部分的改变心态也是很不一样的。一紧我们在采访是很抽离我们是站在外围来看这件事情。今天你是来跳的齁跟民众来玩暖跟中北时代来开港齁跟大家近距离的这样子接触刮干净那当然是很不一样。那个时候也是想了很久爸爸一句话打动我。他说做一晚但你在做就得喝代志。他的从政理念跟其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对。虽然听起来是很八股可是我们听在心里面然后看爸爸在怎么做事情。有入到烈心。对。这个是让我最决定要出来参选的一件事是一个点。但是那古尼你对应该就马北户入民进党也是来不及的对这确实也是啊对也是要跟大家解释因为你动案能力也是干嘛你再来当代表民进党来算是那我们给是跟支持者无共我如果有机会大概那个佳云听说佳云给这个机会佳云其实一定会配合我们党团的运作是三一定的时候我这票没用没去就是你还马仔阿公丹坚持也到底是什么对我也很认同民进党的进步的价值是 OK 好所以呢从套装啊以前你这记者嘛是爱走团因为我觉得记者就是很多行程都是要跑那现在只是也是要跑团但照也不赶快能够习惯吗因为我干嘛其实应酬我个人觉得还蛮累的你现在应该都要应酬对不对而且要一大早就起来你干嘛上游览车哇买啥要上游览车五点多就要起床对五六点。对五点多。跟我以前工作形态蛮像的因为我也会代班晨间新闻晨间新闻都是四点起床啊四点半来告公司所以其实送车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所以其实你是无缝接轨。对我都说我怎么好像又在好像播晨间新闻，我在游览车的耳公，我好像又回到华视上班了。我现在在播晨间新闻，我就现场播新闻了。不过哈，老实讲，刚我们也有提到了哈，你主播我们在播很多新闻的时候，其实你是会有感的。那你有感觉之后，其实你是无能力去改的。那如果说有机会选上议员的话，你就会有一些蓝图，你也是希望可以去做修正，对不对？对，因为咱查三重芦洲。应该嘛，讲这干苦人吼，就嘴其实爸爸每年我们都会在大同公园就是以前最乱的那个大同公园那边办这个街友的救济活动我们募款每个人有一个能把扣的红包我们募资然后有热食有义剪有外套有袜子而且赶快人就嘴我们发1200个红包有号码牌再去十点开始分五六点就有人来排队了你要没你要不过完给对所以你会看到能罢工就是为了200块你就觉得原来这200块是对人家来说有多么的重要一警是说我都得带到七雄班嘛我们可能就是通勤族我们没有发现说原来但是撒丁波盖罗就还有这样子的一面赶快人就嘴那包括我自己是一个妈妈其实我有想过说我拿做议员我也在做什么代志其实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咱现在等下在讲台湾的价值什么是台湾的价值其实民进党我们过去在奋斗的是民主跟自由现在民主很深化了下一步咱台湾的价值在对其实我们过去记者在播报的时候就是碰到这个问题就是民生问题就是我跑的线少子化嘛还有
所以你记得加嘿，迄落柯文哲要回答的记得无啥感觉，跟我过去的经历比较有关系。那务实啊，我觉得这最重要，最重要。嗯，我要吃得饱，穿得暖，嗯，我才有办法来好好的为我们国家想未来。对对对对，本来就是这样。经济较重要，国家的也巴肚。对，哎，那讲够福做重要，够巴肚嘛正重要。对啊，够福做嘛够巴肚哈。所以你比较着重是民生议题。对，那好，包括亲子啊。很重要，我两个小朋友弄在那上顶上顶波大喊，我当然希望好好好好来照顾咱三楼的下一代哈，照顾咱的子孙。啊，各位长辈时代，我们好多这个老人家，我们已经步入高龄社会了，已经是高龄社会。啊，家里长辈时代，常照问题怎么解决？这个其实，哎，出来无聊多，然后照顾对年轻人来说负担也很大。啊，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福利社福措施，或者是我们可不可以在三鲁的建设有更好，更多亲子的照顾老人的设施，像是医疗大楼，我们没有很好的医疗大楼，现在只有一栋，啊，希望未来可以有第二栋。OK， 所以我知道，其实主播因为爱做这本哈，所以他会去找问题。对，好，我干嘛这是记者哎？这个就好像就在协议里啊，因为你找不出议题就没办法报道，你根本开天窗，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记者有一个优点，因为我肯定嘛是媒体，就是电视台出现，现在也一直还在做媒体界嘛，啊，所以让别人让他去揣出问题里，先去收窄哈。那你已经其实已经训练十几年了。而且记者最厉害的就是访问啊，我到处问人，你觉得现在还有什么问题？你觉得你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改变的？民众会给你好的回馈吗？会啊，会哈，就说哎，你感觉都一个做不好啊。包括我有妈妈的朋友，嘛是也是住沙丁堡，伊都要公幼实在是伤少。他们补助又领不到，啊，抽不到公幼，双薪家庭，安尼压力就大，这其实对，就有点像我们在访问，借由访问的过程中啊，找到问题。是是是，啊，问题是找到问题，如果当议员才有办法改观啦，因为起码你在议会里面可以争取预算，可以做很多事情。啊，另外是一般的记者可能都报得了，哎，就没了这样哈。回应刚提到的 ，OK， 所以呢，老实讲。哎，近四月底而已吼，到年底还有一小段路。哎，就是，要辛苦。你觉得最大的劲敌是谁？自己。对，其实就是自己。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说，我是新北市第一个女主播来参选议员。其实我就是要告诉大家，政治人物不是一定就是要有一个既定的形象。我也要告诉大家，谁说哎，女性政治人物家庭会比较不幸福？对啊，你会不会担心呢？我跟我老公感情还蛮好的，跟小朋友感情很好，是是是是。现在回家，他们还说：“妈妈，我们等你。”然后我大概都可以，大概就八九点回到家，陪他们睡觉，讲故事啊。是是是，所以其实你还是忙归忙，很重视家庭这个。其实你以前，我觉得计价嘛是就无用的啦。你话长在陈康，老实讲，你要随时待命，或者是你要去轮班哈。所以我觉得记者的忙是不输给议员。对。但是你在当记者的时候，你还是可以以家庭为主。你觉得家人互相的体谅帮忙是？那我有时间多陪小孩。那当然，我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好，包括李完东诶，帮我送两个小朋友去上课。阿公送去上课，是是是是，全家支援。对 对， 對，我们都是一起在做这件事，我们家里面感情都很好。是是，那我其实是要告诉大家，我是一个不一样的政治人物。我用主播来为大家服务，主播能做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我过去的经历，我过去的历练，还有主播发现问题的能力，一要把未来为大家解决问题。所以我最大的劲敌是自己。那我要开拓新的票源。因为光议员哦，其实大家不太看你是什么党派，大家看，我相信三鲁的民众，大家都很有人情味，而且三鲁的民众也很希望看到有新的不一样的新气象。从我这样子这几个月的这样访谈下来，是感受到这样，大家会看你可以为我们做什么事情。有，而且我发现就是年轻人，因为毕竟年轻人也是有选票，然后大概拢几票啦，不只是年长的，那大概五十岁以下的这个的人啊，大部分都是看人头了，一党来投的这个情况应该也比较不高了。对，啊，当然啦，你哪因为这个邓金龙议员，觉得这个议员我好不贵，然后这个支持嘉允的，我觉得当然很
很期待了哈，阿玛会长感谢这样，对不对？对，但是你还是希望就是说，要大家看到我的热忱，对对对，然后认同你的理念，然后你希望说，哎，我因为你的服务而感动，这样来激起你。你信，我相信你要的应该是这个。对啊。OK， 好，所以最后呢。哎，网络有一句话啦，因为我看你也曾经为了这件事情有点生气哈。网络有一句话说，小孩不读书，大汉做记者。我看网络上你写这个网络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好像那时候还蛮生气的，就说我读这些书啊，对不对？所以其实你是一路读这些书起来。其实不代表说读书读得好就会比较厉害啦。我是认为说，其实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年改这个问题，记者就辛苦哎。记者为什么会当记者，都是因为有一股热忱。其实我过去做记者的时阵哈，包括当主播，然后会有很多大学生来实习，然后我会问他说：“你为什么想当记者？”哎，对，我没有问你，你那时候怎么想当记者？就是你是北一女，对呀、啊，北一女。结果你是读了世新的那个政大的那个新闻系，政大的 对政哎政大新闻系是所有传播学系里面最高的，对，嘿，李彦秋也是学姐嘛，对对对，我们很多学长姐，我是扣背掉了，因为我是大传的，但是哎政大目标太高了，这样对。我是在因为细汉时阵那个老三台很权威嘛，细汉时阵都是七点吃暗等啊配新闻哈、那时候打开电视，我们就一家坐在茶几上，然后看电视上面就是李世端、李彦秋播新闻。那小学的时候就觉得哇，主播好权威哦，他告诉我们今天发生什么事，你讲什么我们都知道这是对的，是公正客观，你讲的都是很权威的话。啊，后来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就突然有一个向往，说我可不可以像他们一样哦，告诉大家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我要去采访新闻、我有这个求知欲，而且要有热情、你没有那个热情，你根本没有那个体力到处去跑，没错。啊，所以说嘛是运气好啦，啊，他北一女了啊，都扣掉政大新闻系，就有考上我的志愿的科系，是对。啊，大学毕业我都可以做记者，所以做记者那么讲，他。这个读很多书啦哈，没有，大概有点难过啦。就是说，哦，我那时候是满怀热忱哦，想要做这些事情。以前也很辛苦啊。这句话在讲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哎，我就是记者，然后被大家被这个酸民这样讲，真的会很生气，会难过。那因为尤其你对这个工作的热情又那么的付出的时候，但是说我们也会犯错啦，我也。可能每个记者多多少少都会犯的错、区别是说我们犯错立刻被大家看到，我们有时候讲错话，主播上面吃螺丝大舌头，大概就马上那个放大镜检视。不过这嘛是，我感觉是台湾媒体真的太多，我们没有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修正。对，这我嘛必须要讲，哎、我看嘿长的陈康啊，有一些记者就拿个 notebook 在低头开始打稿，那你。有时候他可能在很急的情况下把新闻发出去，可能会有错误，对，应该错字讯息错误，对，哎，他错字嘛，拢哦，哎，开我看爱评语拢讲没看，就新注音输入法，对对。然后你一定不知道人家是在上面进行发的这篇新闻稿，对。其实这可以让我们反思一点啦、就是说陈抗一定需要用暴力来解决吗？那网络上的言语暴力，这也是一种暴力，没错没错。我们在人跟人之间哦。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多包容？可能说在网络上我们骂人，别人看不到我，所以我可以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可是后来我是这几年这样子心情下来，觉得这真的会伤害到人家。即使对方立场跟我们不一样，即使某些人犯了什么错，我们可以用更温和的态度来对人家。啊，这也是我未来从政我想要秉持这样一个态度。OK， 好，所以呢，哎，年底哈，加油了，哈，哎，这期间嘛，希望讲有机会可以再邀请这个嘉韵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好 ，OK， 好，那咱期间来各家的进行各级段落，我们非常的谢谢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年底哈要参加啊新北市议员参选哈三重芦洲的彭嘉韵，嘉韵加油，谢谢，拜拜。谢谢，拜拜。